各位，你们多久会清一次耳朵呢？自从我使用了这台 Beeper Home 30S 智慧科技可弯折微型摄影掏耳棒，现在啊，帮魏太挖耳朵，或者是帮魏宝还有小花生清理耳道的时候啊，都变成我们一家非常欢乐的时光。这台数位掏耳棒啊，是我使用过同类型产品，设计最直觉聪明，材质最舒适安全，配件最齐全，收纳也最聪明的一台。轻巧好握的本体搭配柔性探耳针，前端拥有三倍清晰的微距镜头与 LED 补光灯，让我们在看耳道内的画面清楚好操作。三颗磁吸收纳配件仓，儿童专用防护塞与各式配件头，让孩童自己也能安全的清理耳朵。伴侣专用，装上金属保护罩，增加施力点，适合青壮年使用。长辈专用，细胶软式的各式转接头啊，让长辈的皮肤也能被温柔呵护。每一颗配件头都有它独立的功能，无论你是要刮、要夹、要粘、要按摩，甚至是用 UV 紫外线来消毒杀菌，这一台啊都能满足所有挖耳朵的需求。现在呢，就上泽泽参与募资优惠，让挖耳朵变成一件舒适、安全又有趣的生活习惯吧。